九折系统，就不用那插件，我也不用给你放了，有个XP插件。然后按参数的话，你到时候拍一下子吧。你在里面有了不就行了吗？你用这个电脑吗？啊，对。好吧。啊。那就它吧。啊。然后开机之后摁一下全部回零。对。开机全回零。啊，开机全回零。能学几个回零吗？连上机之后，然后让连机了。然后让它全部都走走是吧？不用走走。我给你对好这一会儿刀，他回去他直接可以加工工件了。只需要那个原点就行是吧？对，都不用回原点啊，得回下原点开始。这是主轴。主轴转。不到60，59.5，59.5上。参数，工具设计。咱那个车那个什么的，就是。测一个直径。你那是房木直径吗？啊。房木直径的吗？不是，咱车什么东西？车高脚杯。高脚杯。这样就算对好刀了是吧？对，还得对。他去了之后就还得对他。长吗他？好点吧？好，稍微往回来点。好像那个 X 我直接放在里面的是吧？上我来吧。你要住呢？看到终点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没有。再来一点。你到了啊？哪里啊？往北偏啊。没事儿就行，还有偏头，可以，绝对好嘞。走吧，可以。那是最大直径，大概60是吧？69吧。69×50。木头。
六十四个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切个厚度。这个。切个速度。进刀速度是吧？嗯，切割速度上面显示是。略的。不行啊，这个有。